啊，所以讲吼，迄聊聊聊聊安尼，啊，其中有一点吼，迄个样子就像一只鸟头嘿，啊，人家叫做鸟平头。好，咱的左右手边呢，你甲看麦一个。啊，而且呢，猫鼻头这个地方呢，嘛是咱台湾海峡甲巴士海峡的交界处。所以讲，咱过了这个河山站过来了后，咱南关这到位家呢，就是属于这个巴士海峡。啊，你甲看麦，恁有看到两三架风车无？有没有？上面有那个风车，有没有？迄就是咱河山站的风车。迄一支，敢若迄一支，当时都开始做一支，讲七八千万呐，七八千万哦、喔。啊，即卖伫。哎哎哎！